是雅芳，欢迎收看《爸爸健康有方》，让您全家大小都健康。我们保健呢，到底吃这个中草药肝诶通哦？今天请专家号来告诉我们。首先欢迎是我们的林飞鹏议员，欢迎林议员。大家好，南番叶保肝，正确的吃才不伤身。好，等一下林议员告诉你怎么吃哦。那每塞克几杯哈？好，那么林议员先请回座。好，第二欢迎是我们西方的草药专家是乔乔老师，欢迎老师。大家好，健康药草让我们疗愈又有力量。嗯，好，这个力量怎么来？等一下请老师告诉我们。好，第三欢迎是我们陈俊旭博士，欢迎陈老师。大家好，想要健康就要吃身体需要的，避开身体不需要的。嗯，对，需要的我们还要运动，对不对？好，没错。所以动动大家，有请陈老师带我们来运动。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专家一起来动一动，大健康。好，老师今天教我们的是，今天教大家做平蹲。平蹲，好，平蹲是深蹲的一种，但是大家蹲下去的时候，大腿要跟地面平行，这是它最关键的地方。对对，嗯。那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版的哈 ，OK， 就是五秒钟。蹲下去上来，那进阶版的是十秒甚至十五秒。好，我们先示范一下啊，怎么做呢？好，开始数哈，一二三四五，就蹲马步这样是吗？哎，再做一次哈。好，一二三四五，啊，这是简单版的。嗯，啊，那如果你慢慢可以比较力气，以后可以做个十秒钟的版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那如果你更厉害的话，十五秒、二十秒，甚至三十秒都可以做。记得你的这个大腿要跟地面平行，屁股尽量翘起来，所以你的膝盖才不会往前面凸太多。哦，所以不能够这个蹲得太低了。哦，对对，最后再示范一次，对。其实哈，为什么叫平蹲？你再往下蹲的话呢，其实老人家的膝盖会受伤。啊，所以你看，如果我这样蹲下去再起来的话，对，所以这边要打成一直线，对，要平蹲。你最多最多就蹲到你的大腿跟地面平行。哦，好。当然你半蹲的话也可以，只是这样的那个力量训练会比较。这样深蹲的话，其实可以加强强化我们肌肉，而且股四头肌会更加强健。没错，我们的四头肌强壮的话，嗯，健康就会大幅的提升。嗯，对，所以我们要的是肌肉，不是要过多的脂肪哈。对。好，谢谢我们的陈博士教我们平蹲来健身，动一动大健康。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大讲堂，今天的主题和我现在喜兰里面的植物是有息息相关哦。好，我们看到这些通通都可以吃，除了这个刚刚跟老师说这个是装饰品的花，那这个大家应该就是已经是晒干的薰衣草。然后另外这是我们今天也要讲的主题之一哈。那如果有在吃它的朋友的话，应该很熟悉。单单这片叶子，听说嚼一嚼的话就可以降三高。我刚刚还请教到林老师，林老师说这个七十几年开始就有人家在吃啊。对，这个是南非叶嘛，没错，对不对？我本来也。但是刚才你的那个说哈，直接嚼的话，那真的是很危险。哦，怎么个危险法？等一下，林医师要告诉我们。其实林医师他也有钻研在中医的部分嘛。等一下他要跟大家从中应该说中医的角度来做关心。那我说呢，除了这个装饰不能吃之外，都可以吃。那这个是我们西方人的保肝的圣品，就是。奶蓟子，那这个呢跟南非叶也是一样，据说也是嚼一嚼，那怎么个嚼法，等一下请专家来跟我们特别分享。好，我们接到主题的，我们特别要提到是排毒强身草本肝诶通哦。我们来看到包括我们的南非叶达人，我们刚才讲林老师啊，有请林老师，秘宝就是南非叶，那我们博士呢就是奶蓟子哦。那么自然医学博士陈俊说，那个嚼奶蓟怎么个嚼法，要嚼100下、20下、30下还是5下就可以呢？这有 paper 哦。好，另外我们的乔乔老师告诉我们说，西洋草药呢，蒲公英，它要来到药炖排骨，跟我们台湾的药炖排骨有什么不一样哦？不过我们讲南非叶，老师你怎么认识南非叶的呢？这是有一个过程啊，我在2001年的时候呢，因为我有颈椎腔狭窄，是这天生的，然后呢中枢会压迫中枢神经，我在议会里边咨询的时候呢，突然坐下来。然后呢，就整个肩膀以下，整个都锈抖，就是麻痹掉了。是，大概5分钟、10分钟以后才恢复。你那天在咨询哦？是，是不是太过激动有关系？有吗？没有啦，因为我在咨询的时候呢，只会骂人，太认真，应该说太认真了，不会伤人。好好，但是因为就有天生可能是在脊椎上的一些颈椎哦，颈椎，所以我的颈椎的话呢，有7节啊，有5节全部开刀，那去做扩充术。扩充术，那痊愈了以后的话呢，因为人很容易累，但是呢，这个时候的话，就有人跟我介绍南非叶，但是我们本身就是学医学出身的哈，
所以呢就特别小心，很担心说啊这个副作用。那刚才讲的说，哎呀，只是拿一叶来搅一搅，两叶搅一搅，就会有保肝的作用。嗯，那其实后来的话发现也证明了，就是说不 OK。为什么？因为南非叶本身有很多的副作用。所以你当时也是用嚼的，不敢。你那时候没有用嚼的，还真的不敢。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去了解它，没有去正确的认识它。对，我真的是不敢用。但是偶尔的话呢，也有好朋友会请你喝一下，泡一下茶啦，比如说鲜叶，对，鲜叶的话下去煮水喝，晒干，也有的是晒干以后泡茶喝。泡茶喝。但是这一些的做法的话呢，最后证实是不 OK 的，所以我们才要透过这个节目也再一次跟大家来讲南非，因为太夯了，网路或 LINE 三不五时就说，哎，你有这三高位，你很简单啊，又不必花太多钱，而且我们看桌上摆，这是我们李老师带来的嘛，哈，他只要是钱插就可以，对不对？就是插到土里面，他就不需要什么施什么肥，就长得很好了。那桌上那个叶子哦，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壮硕的感觉。那南非到底怎么吃哈？其实大家都传来传去，最简单就是说。宝宝的该吞了去哈，而且会回甘。但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去吃南非叶，想要去尝试它？我们看南非叶呢，在台湾中南部现在沿海地区哈，一种公叫做苦茶叶，这是叫做甘瓜莲哦，在公台叶瓜莲，瓜莲嘛哈，而且四季。哦 ，Cody Hill 的丢啊，那原生长在南非洲，从东南亚的新马一直到台湾，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称之为将军叶哈。那它的功用是新鲜使用，具有抗氧化性哦，保肝、促胃酸分泌、降三高。这边写新鲜使用，可是怎么个使用法？我配保，等一下我们林老师告诉我们，保肝的关键叫做背半年内汁，天内汁是不是？然后它又叫做它好像叫做斑鸠菊嘛，对，那它又叫它里面成分又叫斑鸠菊苷。嗯，这个我们还真的是不了解哈。不过等一下陈博士还要请我们乔老师从西方药草那边可能给大家一个意见。这个是李老师在，这是你的南非叶园是不是？甜甜甜哦，算一个甜这样。我种几百棵啦。哦，几百棵。为了药研究用。是是，那这很高哎，可以长那么高啊。南非叶基本种要种南非叶其实不难，它是插枝法就可以了。那么南非叶里边要种南非叶，它最重要的只有三个元素，第一个就是阳光，它是全日照的植物；第二个是水分。第三个是土气，土地的土，土气、哦。那么土气大的话呢，也代表这个植物需要的肥料，有机肥的话要很高，所以呢，它也算是一个很重有机肥的，重肥的。哦，所以不好的地还种不出好的南非，是这样吗？就是不给不给的。什么叫不给不给啊？就是长得不大。哦，长得很少。对，就是这个样子。哦 ，OK， 所以它还会挑地呀、啊。对不对？不是，它是挑环境，它不是挑地。那南非叶它很怕风，所以风太大的话呢也不 OK。那你新竹风不是很大吗？是，所以我要去挑一个非常的隐秘的地方哦，藏风纳气，让它长得有好的阳光嘛，还有这个水土质很重要，可以种出比较好健康的南非叶。没错，它是随便种，它随便活，但是你要活得很好的话，就比如刚才主持人你讲的说，哎呀，就网络流行说八凉叶。就嚼一嚼就吃，我跟你讲，要死比较快的，会死不紧哈。为什么要那讲呢？因为南非叶基本上我独家讲的，它副作用，它会残留。待会的话，我会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为什么那些东西会形成泡沫？好，其实我们团队呢也发挥一个就是深入研究的一个精神，因为南非叶呢，从我们大概五月份我们节目开播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很多人坊间在吃这个叶子。那这一集我还特别告诉我们隔壁啊厝边，伊拢在嚼，我讲你安尼嚼甘好，他说你一定要锁定我们这一集，我们请了一位专家也跟大家来剖析一下，到底应该怎么样正确吃，它没伤肝哈，没错，伤。我们讲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刚刚的毒性其实我们李老师跟大家解释很清楚，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讲知识，南非叶里面保肝的关键叫背半，我们刚才在讨论说这个字怎么念啦、啊、我们计划说要念贴啦，贴内子，可是老师说要念黏，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陈博士啊，这个背半铁或背半黏啊，这个哎呀我真的是搞不清楚啊，我以前都念铁、啊、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的英文叫 terpene、terpene 就是铁或黏这个字哈、其实你知道这个贴类或黏类 terpene 这个东西占
22,000种之多。嗯，啊，那你大家听过有单铁、双铁、三铁？三铁可能大家听过，那个灵芝跟牛樟芝里面不是三铁类很多吗？对，其实它们的基本单位叫做什么？叫做一个 isoprene 这个东西啊。这个结构当你是两个的时候呢，它叫做单铁。当你是四个的时候叫双铁，六个的时候叫三铁。那这个是植物或昆虫，它们会分泌很多这个倍半年这样的单位，1.5单位是所有的年内最多最多的。植物或昆虫它会分泌很多，它常常会有一些芳香的味道，跟纸啊或者是铜粘在一起的时候，好，那做什么用呢？做生物的防御性。哦，或者你知道，甚至那个昆虫的费洛蒙，它也是这种成分。是啊，那这样的话，它很多的植物的这个特性哈，它就会它的那个效果就是在这一类的那个成分里面。其实的话呢，它最具抗氧化剂的哈的成分是在倍半年内之。对。但是它的效果的话，一碰到斑鸠菊苷，因为南非叶正确的名称，两个要碰在一起就对，是不是？正确的名称叫做扁桃甘鸠菊。哦，扁桃，这是正式的学名。那么如果这两个的话呢，倍半年内之本身就具有抗氧化剂的，对。然后呢，它会活化细胞，抵抗这一些自由基。但如果是斑鸠菊苷的话，它却很有趣，它是在修复所有内脏里边的新陈代谢的一个基转的修复。基转的话，简单的说起来就是，如何把汽油转化到引擎，这个过程叫机转。机转。然后引擎里边点火爆炸又产生动能，这个叫机转。那你说引擎有没有坏？它没有坏。但是它没有动力的话，就机转有问题，要调整一下。这样子比喻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哈。比较容易。那等一下还要怎么样的机转哈，来帮它做加分？我们等一下再请我们林老师跟大家做说明哈。老师你请回坐一下。好，我们这样也深一层的来认识这个南非叶哈。那其实林老师他种了很多哈，他来研究用，那也帮大家来解惑。等一下我们再进一步来谈。倒是我们看到常常问说，我说啊，你有听过南非叶吗？有人说南非国宝茶，但是是不是就南非？其实它是不能够画上等号的。这是刚刚我们讲的南非叶，那这是南非国宝茶，它是两种东西，两种东西是不一样的，完全不同。对，因为南非国宝茶呢，我们要请陈博士出列一下跟大家讲，这是欧美人士很喜欢喝，觉得它没有咖啡因，对，然后可以帮助睡眠，是不是有个提升这个免疫力？对，南非国宝茶不是茶，你看那个样子，它不是茶叶，但是它们两个有什么很大的不一样？我简单讲。这比较小啊，根本可能该种的免钱，这呢爱钱去买，对，进口。其实这种在大陆在卖的话，一叶就是卖1.2人民币。你说哪一个？南非叶啊？啊，是啊，这个、一叶啊。扁桃斑鸠菊，扁桃斑鸠菊，这个南非叶扁桃斑鸠菊，如果这样成熟叶的话，是15公分到25公分之间是最饱满的。是。那如果是超过了以后就老化了，如果还未足的话呢？那么它就最就是长不大了，还没发育成熟。所以你这个是最长得最好的一片叶，就长要长这样算最好，是不是？要长成这个这么大，因为要季节合适的地方。那我们的季节是不适合南非国宝茶那个植物，所以只能进。那是环境问题。对，因为它那边的话呢，干燥啊、风啊、沙的话，比较激烈的环境的话，它长出来的。所以也有很多南非叶的一些叶子哈，糊里糊涂，那道听途说，然后就抓了一个名字，把南非国宝茶当作南非叶，南非叶当作国宝茶，真的是混到混在一起了。哇，这个混的应该是混的太离谱了，是不是？看起来很像，其实完全不一样。南非国宝茶，你知道加州曾经要来试种，加州都种不成。加州的气候跟南非已经蛮接近了，连那个地方都种不成，更不要说台湾，而且还纬度差不多，对，那都是颠倒纬度而已。没有，有时候是台湾，我觉得台湾的种南非叶不错。南非叶是一个亚热带的一个对植物，它有故事的，有故事的，它有故事。什么故事呢？其实南非叶不是真正的在南非，而是西非。哦，西非的南边叫西南非哈，那边种植的那叫尼日利亚国家这个共和国。那这里边的话呢，都没有所谓的胃癌，什么癌症都没有。他们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呢就去访问，你要觉得这个东西是值得研究，所以就从南非里边移植到那个东南亚，好像马来西亚那一带先试种，种到大概差不多是现在的杨梅的地带的话，那个正好日本投降哈，然后就全部都移回去，很多报告就留在日本。所以日本的话呢，已经把南非叶化成做成外用的肥皂啦，什么涂抹剂啦，哈，乳剂啦。
还有这洗头发，哈，那这头皮屑那才是好用，头发发痒。洗头发也可以，没你们都老是喷。那会长头发吗？可能没有洗头发。这个应该说难倒我，拜托。有待研究哈。所以我看人面，如果你正确去用的话，那是不是我不敢说它全身都是宝？但是就是说，等一下我们请李老师看，至少你要吃进去之后，你怎么样聪明吃啊？那到底要怎么喝才正确？还有我们要看奶剂子，以及我们乔乔老师告诉我们西方的药草嘛，美苏中国哎哈，我们待会跟大家分享。洋葱我们说是蔬菜中的皇后，它是很丰富的这个辛香料的蔬菜之一，它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个多糖体还有这个硫化物，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硫化物可以有这个杀菌消脂，还有帮助消化，还有促进我们肝脏解毒的功能。这个洋葱的这个辛香料的这个呛味就有很丰富的一种植化素，所以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半个洋葱，在研究发现可以控制我们这个血糖，甚至也可以抑制我们这个钙质的流失，来促进我们这个骨骼密度，所以也可以预防这个骨质疏松啊，还有一个可以增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还有促进我们这个血液的这个温度啊，因为我们现在人大部分饮食会比较偏凉性，所以多补充辛香料类似洋葱这样的食材，也是我们发现现代人可以改变体质很好的一个蔬菜的来源。